富富更衣室，帮你试一试。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教大家去机场的时候，因为每一次啊，看到那个韩星啊走下来，就是好帅哦。你要用韩星来取代你今天的位置，所以今天就是以韩星的标准去穿搭吗？我今天是韩冷的韩星。对。那我们机场穿搭怎么穿？我们现在就去更衣喽。Go。我后面，你是这边。请问是不知道李欧吗？可以跟你要签名吗？我真的很喜欢你跟里面的阿凯。Hello, sorry, I don't understand. 不要自不其短。那我们机场穿搭到底怎么穿呢？三、二、一。哎，你好帅哦！天哪，你这么小虎队吗？机场穿搭呢，其实你知道吗？一下飞机，飞机上面都是比较阴暗的空间。然后呢，我们下飞机一定会见到阳光哦，除非你到时候是晚上，不然我们就是要戴副墨镜，以免那个眼睛有没有会不舒服。不像他就是为了耍帅而戴。而且其实，在飞机上啊，因为非常干燥，如果你是戴眼镜，记得尽量把它摘下。你知道为什么我里面是穿短袖？原因是因为呢，每一台班机上面我决定把它下来。每一台班机上面的那个温度不太一样，穿短袖可以预防那一台班机是比较热的。这个毛衣呢，如果你觉得很冷的话，就可以穿着或者这样披着，就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因为上面飞机上面有像我之前搭去纽西兰搭12个小时啊，然后就比较累，比较远一点，所以我穿这个比较好穿脱的这种懒人鞋。我跟你讲，它这样扛起来是这种新的造型，很好穿脱的懒人鞋。请购买，拨打下电话。女生可以这样穿起来，然后只是一个到露肚子的装扮。新的穿搭吗？我要认真介绍给你。大家应该知道我在富更衣室的口头禅是什么吧？来，跟我们一起念一次。你其实单纯只是觉得说，而且我走一种就是你知道裴勇俊的路线。免费广告到底。裴勇俊。我当时只是觉得说，我如果从飞机上下来啊，就这样一套的，然后戴个墨镜，帅帅的，然后就这样过海关。天哪，我们教了好多就是飞机上面的常识，会不会因为这一集上空睫毛很大？那我们今天就要帅帅的过海关喽。我是韩星，韩流的明星。再讲一次还是很好笑的。不可以是，下次再见，我们要启程喽，拜拜。去哪？所以这时候很适合放那一首 Come on me, come on me 快乐的出发。好啦，富更衣室到这边，拜拜。